花胶有好多种方法，以下呢个系五星级嘅老师傅教我嘅。首先将佢洗一洗。二十坛花胶煲八分钟左右，换干净嘅水浸一晚。呢个方法系最大程度保留花胶嘅胶质，花胶化得最好，系师傅话嘅。浸咗一晚嘅就系咁样啦，前一晚就系咁样晒，右手边系未胶化之前嘅，系啦，可以睇到个发头。我一般发多几只食物袋包装放雪柜慢慢煮。